像灵球二母，可以产生非常强大的能量爆发，然后各种各样异形人，有六人拥有基于火的能力。你看这异形人，有些人有火的能力。被一个军火库，可以通过程序进行编辑的力量，不再有英雄，不再有失误。好了，到吃药的时间了。感觉还好。您昏迷了六个月了。他这个头应该是缺氧导致的，大头娃娃吗？只要再服几剂我的再生配方，你的治疗。大头娃娃也是因为缺氧导致的。到现在还有人在那雕像下点蜡，要不是那锤子在，我早就拆了它。别管他，为什么要让公众认为你还在担心复仇者？让我的人来处理，我们会派出适应体。说的对，这个版本或许会更加强大。已经稳定了吗？基本稳定。看来要变异了是吧？这什么情况？啊，感觉大魔王有了，产生了。他想要做什么？这里是尤瑟夫·克汗的电话，请留言，我稍后会回复您的来电。嗨，阿布，我后来决定听你的，和纳基亚他们去参加进修了。你相信吗？这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，我可是爬了好久的山才找到付费电话亭打电话的。总之，你是对的，我在这儿很开心。我周日傍晚到家，放心，我会很乖。我更爱你哦。是跟他爸妈吗？应该是家人或者朋友，我觉得家人吧。家人的概率大一点。啊。他在找什么？搜寻着什么？他肯定是要找到复仇者的一些。复仇者联盟那些人。对。抵抗组织基地就在这个峡谷。找这些人，找他们一些线索啊，什么之类的。看起来起码是有人来过这里。为了几个留言跑遍全美国，倒也像是我的风格，但我除了留言也没别的线索。这些地方都有。我要赶快了。啊，无处不在啊，这种峡谷都有巡逻的。太好了，总算有石头以外的东西。这是个好兆头还是个坏兆头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个警告，没看到吗？ Warning。 嗯，我还以为按一按会出现什么东西。不是，就这个区域比较危险。哇塞，血都掉了一些。我血扣了一半，好像整整半管血给他扣掉。总之他们就在这里，一
定是的。糟糕，先锋科技抢先了。哦，给他们发现了。支援英雄技能，上三级英雄的意志力将会降低。然后呢，在他的左侧，神话师使用他的支援英雄技能，治疗之灵来回复意志力。按 LB 激活。LB 呢？LB 为什么没有效果？我按了，还说已经在回复了，已经在回复一些吧。哦，它不是那种瞬间给我回满的那种是吧？还有一颗，打掉。走你！来，给我回复一下。这里是怎么了？有人吗？我该往哪走？我感觉应该往里边走吧。这里本来是他们的基地，他们到哪儿去了呢？说不定他们听到风声，不对，肯定有人跑了出来，他们肯定就在这附近。说不定他们听到风声，提前。这啥？吓我一跳！吓死我了！纳米材料，这个走不上去啊。这个呢？也走不上去，走不了啊这里。这个小心啊，又会炸掉的。刚刚吓了我一跳。现在我已经有一点点警惕了。继续找找好了。我去。又仿佛找到了玩神海的那种感觉啊。对啊，又要玩神海，还好我有点基础是吧？是啊。对这些东西我稍微有些见解。嘿，只不过是比神海效率高多了。我跟你说，神海是用那个……神海毕竟没有超能力，神海没超能力，但有绳子啊，对不对？开始崩塌了，有没有？没事没事，不慌，我还是可以飞的。我去，这也太夸张了，这跳跃力，神海可没这么厉害。是，有个钩子就已经不错了，是吧？随手带钩子。嗯。要是爸妈看到我在这儿，钩子用的比蝙蝠侠还溜。我自己都吓人轻。喂吧，奇美拉号，我找到他们了！没想到我真找到他们了。这就是那个当时好像会飞的航母。退役的，我该怎么过去？我的天哪，感觉也不像是直接。我来了，超级跳跃，现在可以。还有超级跳跃，啾！哇，腿也会变长了，现在。你妹！看一下，啾！哇！搞定！这都行，牛啊！Yes， 我飞！哎哎哎，哦 ，sorry。